搁呛一声。啊！文生啊，急救世界拢无可能声。慈济志工紧急来到医院，只为了让肝癌末期从离岛到屏东东港治疗病危的林先生，运用手机视讯跟远在小琉球的老妈妈道别。哎，哥呀，谢谢我，谢谢你。你们说热吗？恁听啊，恁说啊，恁啊，恁说啊，伊就。照顾我。这三年我当中就是一直化疗、电疗、标靶，所有该做的疗程拢有做，唔甘妈妈啦，咱就想讲，让伊甲伊妈妈会当最后过一个告别。双方面的输在一个二流球，啊一个当当，安尼甲伊甲伊引导的时阵，让伊让妈妈讲着讲对文生的祝福。哦，文生啊，甲伊讲吼，会当吼，甲妈妈放下，啊，对着吼，护菩萨的路。尽管只有短暂的手机视讯，却了却了长期关怀个案最后心愿，让亡者临安，生者心安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曾朱凤、戴敦仁、洪财胜，屏东报道。慈济北。